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。咱即下倒转来了，伊愿甲咱杨晓明老师，咱共同过来探讨。啊，即下在讲着讲这个，噶玛兰吼，这个伊的原因的迄个器官的迄个名啦。啊，官方是代表什么？官方的名是叫什么名？噶玛兰嘛，吼。噶玛兰。啊，尾啊，即马就在迄个马术叫噶玛兰号。啊，噶玛兰就是原住民的名。唔是。诶，官方安尼解说，但是噶玛兰就是林爽文，因遐个人一个海陆走的，啊一个为陆路走去来后山，一个为海路走去后山，两个噶玛兰做伙叫做噶玛兰，吼，啊，这噶玛兰伊家翻音翻做噶玛兰，吼，噶玛兰，吼，啊，噶玛兰唔是原住民。原住民无一族是噶玛兰，啊！不过即马都乌白讲诶，甲人乌白好啊，好多噶玛兰族啊。所以原住民无一族叫做噶玛兰诶啦。嘿啦，啊！噶玛兰迄就是瓦音啦，瓦音系噶玛兰，嘿啦。啊，其实当初讲噶玛兰诶时阵，嘛毋是即个原意嘛，对无？毋是原住民，都是咱。那个嘛不是土地的名啦，嘛不是族群的名啦，不是啊，就是讲你大家斗斗做伙，啊，客话有一种讲吼，叫打斗士啊，拍斗士，迄落安那，就是讲大家招招的话来吼，啊，你也出到处酒，到处街，到处啥吼，啊，煮几鼎，大家伫遐咧食一下，一种的意思啊，对啦，对不？所以，伫宜兰。现在的人的讲话的腔口，大部分还阁是属于中部的腔口，台中迄个所在的腔口。有啥物？林爽文，就是林爽文，因这两批人，这两批人走去住迄个所在，啊，所传出来腔口，所以为者听啊证明讲，宜兰迄个是因为林爽文迄两个多兰的人，迄不是两个人，一丁两丁两丁多兰的人，去这个所在甲我啊传开被宜兰的腔口出来，对，哦，所以伫宜兰到尾啊，吼，合作宜兰都。伫国民政府的时阵，才改名的。哦，唔是日本时代的。啊，唔是，哦，对啦，因为后山哦，我的认知内底哦，宜兰唔是后山，我就讲后山是台东花莲啦。啊，遐的花莲遐足侪客人、河洛人哦，迄唔是讲拢种原住民的。啊，迄就是讲。花啊飘飘也袂去的嘛，走去啊！吼，创啥的不得志的嘛，走去啊，看有机会无啦吼？啊，拢落难的人较侪，人拢去迄落东部迄边开垦啊，迄边求生存的安尼啦。伊个满清政府伊为着因为讲，林爽文这两群人吼，就走去花啊，啊，惊伊这两群人伫个所在吼，各做。做换起来，所以伊才准这个五川去开垦后山。本来是无准的。对。哦，你啊为着要安搭这个林爽文这两批人，所以才，所以才因准五川去后山开垦。啊，伊阵啊原住民嘛，还佫少数啦。对对。还佫较山啦。对对。嘛少数安尼。哦，所以讲，噶玛兰甲原住民无关系。好，啊，咱阁继续咧。伫嘉庆十四年，西元1809年正月，噶玛兰的北境的民众已经有甲60000几个人啊。按照福建浙江总督彭维典。嘉庆十五年，就是西元1810年4月，召集安尼讲，噶玛兰即马有人有漳州的人有42500多，泉州的人有250多，啊，广东的人有140几多，佮有即青番、石番，即个所在10处。即马照统计有
42,890 那有这个60,000+，这个60,000+是大约数啦。嗯嗯。哦，所以伫嘉庆15年，就是西元1813年4月，这个福建总督冯维典到台湾经商心查明，召请甲巴人入版图。这个时阵，赵义忠讲，凡是善良的凡民，拢是想要踏入官府啊。迄、那个像这个化外强行的台湾，日后或者迄个插手吼，会就范。即马经过迄、那个编导啊，伊伫设官经理为宜，为一个可见讲伊顶面的趋势。这个时阵，刘伯承使伊去已经去啊，啊后任的李中心照计分入台湾，并被到玉昌移民文以批准，但已经接受顶面台湾知府的报告，要伫嘉庆5年2月改将知府的这意见，转呢本案重新由乾坤入户。向台湾都陈述伊个开庭开分个情形。哎，咱即马咱讲吼，小停者，惊讲有人知讲宜兰后青番甲石番，这青番甲石番是安怎分个呢？就是讲，当初伊迄落清朝个时阵，哦，啊伊就讲设迄个讲叫遐个番民啦吼，拢讲原住民就对。咱即马讲原，其实嘛毋是原住民，就讲叫遐个番民讲吼，你来读册。读个教育权予伊哦，你都你若来读册，就一个教育权。啊，你读过册吼，啊，恁家就是石番。啊，你若无读册的呢，就是青番啦呢。嘿，啊，所以讲青番甲石番是安尼分的啦。啊，就得甲人分化，迄落分化人的民众嘛。这青番甲石番是安尼分。嘿，歹势教育，嘿嘿，佫继续嘿。李嘉庆7年。淡水当地接受依照迄个李明心的建议呢，啊未准。结果虽讲未准，啊，官方的顶面的困惑呢，嘛为迄个例行区局的推出，啊，方金坤地的相当的态度，亲像讲一时推诿，要提了责任。精细所持对民困的自弱，那是讲难免避害性质的发生，或者是福建本省向台湾省道府八方口的讲法，其中有寄托内阁大学士蔡新的作孙啊蔡必发欺骗福建布政使周行干，加称。开垦土地者，甚至于私立的开垦贿赂的公行，伊建议提供民数万两，将做一切重垦的私人应收等费用为条件者，以及用团该这个金额运考虑知影这趋向是不可遏制的。伊这个就是讲。因遐吼，这个因迄边的迄落官方就对啦。伊看到讲台湾好种植、好生活，吼、有无迄落风调雨顺啊，土地阁肥啊。啊，伊即马你看，拢想空想芳，好官歹官，规个拢安尼，规个拢目睭拢偏位这边来。不管什么朝代，拢同款啦。对啊，若有好趁食的所在吼，大家拢总会去。迄、那个，即、这个彭伟典，迄个赵青来在安尼讲，神行切网甲，即有甲巴兰青番头目包阿里等带领甲巴兰阿万等青番前来叩见，登上户口清册，由于遵这剃发，毋是遵这老发啊。则请收入版图，并以石番潘贤文等侵占伊个地，
请释范之礼设立通书，以免欺凌。佮讲闽河头闽河顶啊，并请伊垦地，召集省政省科，设官建业，分定界平政权。由此就知影，顶面的所讲的青番，不过为汉人这个轻浮操纵的假例而已。假例当然挂叫做假例，并非出于主动的结果。对这个造势的顶面，加了甲到啊人的残吼真肥啊，米价较俗啊，民患流落日济，若无设官经理，必致死事端。即马检查户口，漳州人42,500+丁，泉州人250+丁，广东人140+丁，搁有青番伫内底。即、这个居民大半拢是泉州人，以强欺弱，世所难免，必须要有所钦佩。即马上安无事，还未入天分，差明地界，无处令社犯开困，修书公平，以道正道，五抓开困的疑难。那依照伊人家居台湾文化志，就是中药本上卷198第三篇第一章第二款第一节第三行记载，这个时阵的北路后山甲巴兰的番地，就是甲巴兰的后寮的基兰，嘛归入版图。啊，这个设立的动机，啊，乾隆每年，还佫有迄个福建的漳州五山。在伫即个地界淡水的三条岭，甲番人互持，互相有买卖，啊，真有信用。所以讲，即个区域的兵工真好，啊，随偷挖树捆，凡赤人来偷食，每人给米甲斧头，随进入发生抽筋的自足，就安尼规户如。贵妇的愈来愈多，当时淡水当地听到这个消息，听会心乱，所以就迄个到林爽文冲乱，顾虑着这匪类北窜内山，当地痴望人叫三条岭的五山，所谓民患所幸，会当多死于不入侵者，所以为。报答五山防这个林爽文这移动的功劳，啊，可知讲保障伊的他日入困的机会成熟。嘉庆元年，五山招来福建的漳州、泉州甲广东的三个人民，并率领乡勇自行越境。啊，来个委托啊，进困犯地啊，每有拄这个犯人在反抗啊，彼此杀伤真济，无偌久江河西湖啊，开困的叶兵就转啊，头前是林森，后个一切淡水当地痴望人向台湾地府杨元礼。上造工五山可用，以及甲巴兰番真好安抚。这个是由地府转禀福建巡抚徐世清，当时已开垦经费无从调出，向外界一些开垦开发，所以无警察了，回五山自恐惊有受困的罪名。伫嘉庆二年，求淡水当地二号何志仁公认其垦地，依然发给垦单。嘿，啊，伫个这段可能讲爱老师爱共解说者，伊遐讲哦，人丁吼，丁就是迄个查甫诶，
查甫的吼，几个名，伊一个查甫就代表讲伊一户人啦。哦，啊，伊的某啦，甲伊生的囝啦，啊，是讲伊的是大人，伊的无算啦。哦，迄阵啊会定哦，啊，佮迄阵啊拢做户口，迄个户口嘛是为着讲哦，我要爱我。睏足侪足快的所在，我着爱报较侪人咧吼，我的土地带愈快呢。哦，迄阵啊是算讲，我有搁看到迄、那个淡水寺迄个，我看的拢甲你看的无同款。你的册拢看迄落正史的哦，官方所写的，啊，我看的册是拢民间所写的吼。所以讲，这个人口部分哦。这甲这吼，就是讲爱甲人爱甲人讲一下，吼青番石番，啊伊讲迄个青番去甲伊定情，讲我遮有偌济，伊拢互人欺负安怎，啊叫伊来平乱安，迄拢毋是，迄拢毋是讲伊的本意，讲迄就是啥物人家欺负，伊就是讲吼，起啊要爱有一个，敢若讲爱有一个人领导的人吼，啊落去迄落，你若说官方伫遐，就爱甲伊抽税金吗？吼、哦，伊着爱抽零丁税，你一户着爱抽偌济，啊，搁你所种植起来的遐个粮食啦，你着爱供应偌济互官方安尼啊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个正史内底写的拢干话，较无近人情味啦。我所知啊，吼、哦，真正甲你无啥共。你咧讲个青番甲石番，是有读册，就是。石番，无读册就是青番。照我所了解，唔是安尼。照我所了解，青番就是食青，石番就是食石的，有煮过。哦，伊青番伫较深山，较深山啊，伊啊在拍啦吼。伊拢食青，伊无食，没有煮。啊，到较。迄、那个外山的吼，因遮个人遮个番，就是会晓煮，所以叫石番。即伫迄个满清政府所写吼，一册内底有写着。哇、你若迄个伫迄落高雄，迄、那个伊写一本足大本，迄个啊，迄个叫什么老师啊？新建立国书遐就有写着，青番甲石番，以这个教育你啊户口名簿给抬掉。石番、熟番、细番的吼，拢差不多拢熟番啦。吼、迄落白姓的吼，迄拢伊迄个原住民的姓拢五六七个字安尼。伊迄若有生囝，啊，着老爸的名去改姓氏，老爸的名改互囝，因老爸佫另外改一个名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青番甲石番。唔是老师所讲，按照新建立国书伊在写的这個，伊在对查的这个，为这个明朝，为这个明朝开始，甲清朝，甲安尼落来，安尼，青番甲石番就是讲，伊的这个教授有去接受官方的迄落统治的范围的各种的迄落，就是石番，那无的，就是无受过教化，就是叫青番安尼啦。啊，咱今日咱就时间超过，啊，咱就安尼后礼拜啊，继续嘛吼，愈讲愈精彩。好啦，感谢各位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